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战地风云一：飞行员》。这一场庞然暗影，对，又是庞然暗影，怎么每次都是这张图？这场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在英国，等了3分多都等不到飞机，因为那两台都不掉下来，所以我就决定换到对面去。等了好一段时间，我才终于拿到飞机。这场我打掉了11个敌人的载具，其中有几个不是飞机，但也打下不少台飞机。所以就放台给大家看看。我原本以为上次那样子要破纪录就很难了。最后没想到短短没多久，载具摧毁就破纪录了。Return to the combat area. We have lost objective button. 下面有一台飞机。他居然转身来找我。这是攻击机吧？这么凶！好，我看到他了，原来他只是回转而已。Looks like they did us. 好，打掉翅膀。Perfect, looks like. 蹦。We have taken objective butter. 哦，这样有打到哎，那么好。两个吧，一个而已，没有甩的不够横向。Return to the combat area. 丢歪了，飞机。Fight against looks like yours. 第三台。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 啊，没动。Flugzeug aufpassen! Feindliches Flugzeug!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Edward. 跳机，不行，我要赚到这个分数。才400分。跳机就放弃，太可惜啊！我要是晚一点丢就两个了。哎、欸，我们逆转嘞、欸！ Das ist eine ihrer Soldaten. We have lost objective Butter. 哦，有飞机。
谁按 Flugzeug？ 最近啊，攻击机又开始有变多的趋势，而且又开始会换后墙了。因为战壕现在都没有办法秒杀他们，所以后墙等于是又变得很有效。当然这台是没有换的，撞爆它。Ich hab hier eine Bombe! Hey, oh, Funk, du da, hä? Fensu!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out. 真的不靠赛去算分数的话，飞机的分数我觉得超级难拿的。昨天晚上跟朋友在玩的时候，因为他说他想要坐飞机，所以我就去开攻击机。好久没开。哦，有一次运气超好，我刚好在一个转弯，然后看到一台火炮装甲车。欸，这个也太赚了吧！打到炸药站的火炮装甲车。哦，我刚刚说什么？哦，昨天呢？对，我开了攻击机，然后刚好一个角度，我看到一台战斗机，我就把 R1 按下去开炮，结果竟然全部的子弹都命中了，一次把它打挂。可惜我没有存到。他运气真的超好的，我不是追在他后面，我是刚好看到他而已。哎，跑去哪里了？We have taken objective butter. Flugzeug in Sichtweite.Vorsicht, Flugzeug! Da der Tier, Bauch! Was ist denn, oder soll man da?30几分，加油啊，各位，一起努力。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不知道丢不丢得到？哇哦，丢到了！这样呢？我现在觉得我丢战壕的姿势好像越来越奇怪。feindliche Bomber, Jungs! feindliche Bomber!太早跳机了。
还有机会赚到那个。不是那么容易，每次都可以在树那边赚到人。有人，你好。嘿，耶，两个耶。Fight against Flugzeug, Jungs. 快 Flugzeug, da oben.Flugzeug gesichtet.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own. Fight against Flugzeug! 又打中了！哎，有了，有了，有了！二哥，二哥！应该在底下就可以瘫痪了吧？耶，瘫痪！好吧，杀速换不到啊，还有另外一台要对付，在这边。哦，看到你了。Sehr ein Flugzeug。我好想要飞机的外观哦，我现在都还没有抽到，我连坦克都还没有抽到。Feindliches Flugzeug gesichtet。Von oben. 我想要带去的外观啊，看你有外观把你打下来。哎、欸、好吧，算一个。嗯，起雾了，要找人就比较难。Return to the combat area. 防卫应该有，不过这小子感觉就丢不太上。我刚刚丢那一边，人都在这一边；我丢这一边，人都在另外一边。算一个。丢中间呢？还是擦边？哦，我们要逆转回来喽！强大的小蓝们，von oben. 哇，好强，好强，好强！再来一波，算了，站好看，撞上了。轰炸机真的很麻烦，尤其是后面有人的。
不见了。我刚还有看到一台攻击机也不见了。We have lost objective apples.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Freddy.真的没看到了。超多人在这，这都是我们队的，不能傻。要是看到红点那么多，我就会很兴奋。We have taken objective Edward. We have lost objective Freddy. Oh, early. 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 应该不太狠了，现在连一半都没有，要突破。上次有四十，下一次要发片就要五十，应该没办法。有吗？啊，又没有，打到飞船的那个布幕。台飞机在往右飞，我先算个，我想算个一发就中了三个，这么好。We have taken objective apples。看到了，飞机没有飞回来。啊，有了有了有了！刚照理说时间应该差不多，他应该回来。如果他没有看到我的话。战斗机。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ward. 哎，不见了，糟糕！这波在我后面吧。又消失了，这台飞机，这样也有。啊，好不需要就是，欸，有飞机怎么不见了？对吧？飞机各种失踪。哎哎，啥？又是炸药！We have taken objective butter. 突然变得很爱炸药，多帮我赚两个载具击杀。We have lost objective Freddy. 应该叫做摧毁载具。没办法，这个角度太极限。我刚开始因为经常做这种奇怪的动作，吃了不少苦头。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坏习惯。刚刚要是有一棵树，我就撞上去了。大雾都打不到人啊！然后分数好接近，我好想帮忙哦。
feindliches Flugzeug! Boah! 直接打到爆！ 本部大爆发！ We are winning. B 点应该有人， 随便丢看看。 没有。 哇，差10分！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apples. 让我多杀几个， 赚几个分数吧。 We have lost objective bottom. Flugzeug da oben! Ich bin einfach nur, okay. Feind Flugzeug, aufpassen! 58! Ich habe noch nie so hoch geschossen. 第一次。 摧毁11个载具，这么多，那还是存一下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